这边真的很赞，我超喜欢这边。牡丹的大弯道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30。9月10号，牡丹站牡丹火车站，晚10:47。好像声音呢，10:47，9月10号。来来，我的170次，嘉义发车，金融三银行花莲的 PP 自强号在牡丹站准备通过，也在牡丹站通过。拜拜，我的 PP 自强号在牡丹站通过，170次嘉义发车，金融三银行花莲的 PP 自强。谢谢观众，拜拜！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节目，那下次再见。